张家婶子，今天生意可好啊？来者何人？没听说过，拿下。这难道是？哎呀，原来是官人！刚才小的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官人，还请恕罪呀。是，儿根。快带这位官人去见大将军。遵命。大将军是咱金吾卫的第一猛将，不但深受圣上器重，连公主殿下也对他青眼有加呢。而且啊，我还听说咱们圣上有意将殿下许配给大将军，亲上加亲。官人慢行，小的先到前头去通报一声。官人，将军请你上去叙话。本帅瞧你面生得很，你既自称为殿下效力，那是神医道天的仙长还是新入朝的郎君？哼，殿下也是越来越胡闹了，区区草民竟也让本帅亲自过问，看来改日得跟陛下念叨念叨了。本帅日理万机，你有何事讲。且慢，尔等都回避，本帅要与这位侠士详谈。传令下去，谁敢擅闯，军法处置。是。你继续说。你说的是覆灭了乌兆全族的那把？哼，区区小邦，灭了就灭了。何足道哉，与我的墨圣剑又有何关联？哼，我当你能说出什么新奇之语，想不到还是这些老生常谈，与前朝那些不识时务的腐儒有何分别？主人，他身上有好重的杀气。陛下有命，无论何人若有不利于墨圣剑之言语，绝不宽纵。你既自己找上门来，就莫怪我不给殿下面子了。主人，他的样子不太对，比刚才厉害很多。刚才只是小试牛刀，这就让你见识见识墨圣剑真正的威力。武大将军，哼，竟敢在殿下面前无礼。
若不是这位侠士冒险试探，本宫岂能亲见莫圣剑之患？崔柏林，为这位侠士疗伤吧。是。你也算有些胆量，竟能得殿下亲眼出手助你混入这金吾卫大营。本宫得晨曦长老传讯，延吉南疆有邪剑现世，能令人剑失神智，陷入癫狂，且随信附上的邪剑碎片竟与陌生剑十分相像，这才渐渐起了疑心。想不到武三哥一世英雄，竟着了这陌生剑的道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崔柏林，带上陌生剑，咱们先出了金吾卫，再从长计议。从来只有武三哥欺负别人，像今天这么狼狈，倒是第一次见呢。
军事重地，未经传召不得入内。长辈行事，小丫头莫要插手，否则你那皇帝老娘、死鬼师父，还有这位护花郎君，都保不住你的性命。这妖孽灵力之强，平生警戒。崔柏林，你的伤，今天吃的这亏，日后我定要加倍讨还。崔柏林，你伤势不轻，不如先回长安城找晨曦长老。他自运筹帷幄，哪有空来管这闲事？若论疗伤，叶福香也不输他。随你吧。那家突然现身抢走陌生剑，时机如此之巧，怕是与你正在调查的事有关。连这等大妖都牵连进来，哼，真不知是你的面子大还是陌生剑的面子大。两年前有个叫钟无痴的神秘铸剑师突然找到母皇，说是能铸造出一种举世无双的宝剑。那时父亲正为忘忧谷一事御驾南下，无暇顾及京中。虽然那钟无痴来历不明，行迹可疑，但母皇向来乾纲独断，说一不二，这陌生剑终究是派上了用场。那场大战前他就失踪了，连母皇的赏赐都没带走。属下多担打断二位，刚刚接到传信，冀东村突现群妖，
秦氏三兄弟已先行前往处置。应是方才莫圣剑邪气爆发，才引得妖物蠢动。不过那秦氏三雄追踪查探是一把好手，至于拳脚功夫，可就勉强得很了。如今既亲见莫圣剑之患，本宫便先传信与上官太宰商议一番，看看这封给母皇的剑书究竟该如何写。怎么只你一人？天机令主呢？啊，是了，他要护卫公主殿下，自然须得寸步不离。咱们兄弟三人循着蛛丝马迹一路找到这里，发现越往里走邪气越盛，恐怕除了妖怪，那剑还引来了些了不得的东西。崔大人身为天机令主，能随时出入宫禁，如此圣卷真令人羡慕。真不错，那么多妖怪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不知比起天机令主如何？我兄弟齐力已经去前面探路了，若有线索，他便会传讯给我，
让我到鱼塘旁边的小院去接应。说也奇怪，二弟他向来手脚麻利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去了那么久，怎还不见援兵过来？莫不是出了什么事？啊，你见过他？他在哪里？既然是大哥让你来的，说明消息已经安全送出。这二哥，多半又躲到哪里偷闲去了。唉，害我担心半天。那就在这院子里面。还有，你看见他身边的大洞了吗？妖怪们就是那洞里跑出来的。哎，可惜我和两位哥哥都武艺不精，此事只能交托给你了。黄人，我这张引雷符终于要有用武之地了。这是天机令主所赐的法宝，有开碑劈山之能，你现在就用此符将那洞口炸毁吧。辛苦半日，终于大功告成了。待我回转之后，一定要跟大哥说道说道，让他好好教训二哥。咱们在这儿累死累活，他却不知跑到哪里去逍遥快活了。
不过这第一大功当然非你莫属了。你瞧，方才天机令主特意传信给我，让你去村外见他，怕是有重要的事情交代呢。这是殿下给你的信，看过之后就毁掉。幸有同僚为我疗伤，眼下暂无大碍。你速速读信，我还另有要事。女皇积危多年，只凭区区物证，恐难让她收回成命。据闻东郊左近，归义林中之流寇，乃右羽林军遗存，曾清理莫圣剑之祸，若能得其正无，本宫便与上官太宰联名上书，定要领真相大白于母皇御前。此外有关周无痴诸事，本宫已告知秦陵之盟，想必诸位前辈已在商议对策。哼，连你也听说了，他们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，看你势单力孤，要是害怕，我就替你回了殿下。我是一片好心，你怎么就恼了？直来直去倒也省心，你虽是一介布衣，却比那些王孙贵胄更对我胃口。也好，我就看在殿下的面上多指点你两句。那群流寇原本盘踞在渭水东岸的清凉寨中，数月前流窜到归义林一带，要想从他们嘴里问出东西，就得去南北货站找个交路通天的人。他是流寇的钱袋子，不但帮着他们筹措粮草，有时还替他们销赃。哼，试射官场，谁说得清呢？这真是可惜了，好好的一条汉子，却非要往那死路上走，即便是我也救不了他喽。昨晚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你竟不知道？赐教不敢当，一看阁下便是修道之人，叫我先生岂不折煞了我？说来，此事皆由一个叫温伯旭的人而起。他原是归义林匪首屠杰的亲信，为人重义疏财，极得弟兄们爱戴。哎，或是功高震主，或是欲壑难填。就在昨夜，温伯旭突然带着一帮兄弟反出归义林，引得屠杰勃然大怒。他亲自带人倾巢而出，将那些叛逃者都捉了回去。
他虽侥幸逃脱，却还不如当场死了。那图杰放出话来，要将这些俘虏在大庭广众下千刀万剐。我们能想通此劫，温伯旭自然也能啊。但以他的性子，明知前路无望，却也是不得不去呀。这个嘛，我也不敢确定。不过听说，有人在货站东边见过他。这话倒也没错，无论匪还是侠，都是以武乱禁的人物。
你是图杰派来杀我的。哼，你我非亲非故，我为何信你？好，若你能帮我救出我的兄弟们，我温伯旭愿终身为奴，一功差遣。我与兄弟们实在看不惯那土杰欺男霸女、杀人越货的卑鄙行径，决意出逃。想不到途中竟出了意外，待兄弟们平安脱险，我便解甲归田，再不干这刀口舔血的勾当。右羽林军原本也是精锐之师，想不到有朝一日竟会这样狼狈，我是再也无颜见九泉之下那些故人了。哎，杀！
幸亏有你搭救，否则我恐怕就死在那图杰手上了。请你来救我的吗？谢谢。多谢仙长，弟兄们才能从那图杰手里脱身。我听闻咱们又与邻军的裴兰庆大统领在江都建立了虎骑营，我想先和兄弟们在南北货栈稍事歇息，再一起南下投奔他。只是那图杰在落草之时怕我等反悔，便收走了刻有咱们姓名的右羽林军军牌。哎，我们兄弟几个激流长安一年，又曾当过贼匪，若没有这右羽林军军牌证明身份，只怕刚到虎骑营门口就被一通乱棍打出来了。辣之辈，许多人皆因不愿离开故土长安，也不愿向伪帝效命，这才逼不得由兵入匪。不过眼下的长安，无论官府还是江湖，怕都已容不下我们了。即使再舍不得，也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。忘恩负义的叛徒，你竟还敢回来！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我早就该分道扬镳了，现在还嘴硬，哼！待我抓住你，先三刀六洞，再点天灯。仙长，你助我良多，可恨我如今身无长物，实在不知该怎么报答你。仙长但说无妨。哎，此事我本不欲再提，但既然仙长问起。那日我右羽林军经历一夜血战，终于和弟兄们杀出一条血路，与左羽林军的同袍在城外会合。孰料行至月陵之时，忽然遭逢金吾卫堵截。我等弟兄都是武艺出众之辈，若论单打独斗，金吾卫那些少爷兵哪是我们的对手？我行武多年，杀敌无数，却也没有见过如此惨状。时隔一年，只怕我想起来了，有几位兄弟的盔甲被咱们当作遗物保留下来，就放在渭水对岸清凉寨的库房中。那儿本是咱们最初建立的一处营寨，如今却被一群妖怪占据，不然咱们也不会到这归义林来讨生活。
糖是什么药？那不就是血吗？你身上就有好多呢。你们都听到了，这人心甘情愿要把糖给我吃呢，快为我取来。是。阿香骗人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说是高手呢。哼，到头来还是得我自己。啊，身上有变。无妨无妨，刚才是大人有命，咱们不得不从，还请见谅。没错，咱俩以前在崔令主麾下办事，最近才被派去侍奉那位名列天机九臣第三席的血灵龙罗刹大人。可不敢当着他的面这样说，听崔令主讲，他原是一只尸妖，已不知活了多少岁，换过多少具躯壳呢？皮肉伤而已，没伤着筋骨。等会儿咱们去找点素雨花，一敷就好。是让咱们自己来吧。方才看你也往山上去，是天机令主有什么吩咐吗？啊，是我多言了，
只是那罗刹大人性情古怪，你被他注意到恐怕并非好事。嗯，怕是陆真九那边得手了，他是崔令主的心腹，与我等不可同日而语。我们曾有约定，一旦事成就在前面的林中会合。朕要制成多少钱？我给你。除了钱，您脑子里能想点别的吗？崔令主曾说，不要轻易欠人恩情，万一日后刀剑相向，实在尴尬。没错，你又是哪个？原来崔令主去冀东村就是为了见你。崔令主说这说那，难道就没告诉您，这样直勾勾地盯着人看着实无礼。抱歉，崔令主派我和血玲珑过来剿灭妖族，方才我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，不但杀了几个暗哨，还顺手毁去了几处机关阵法。现在那三个头领还茫然不决，就等血玲珑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库房？嘘，有妖怪来了。是清凉寨的三当家混江龙。一只狼妖也敢称龙？我大哥青毛吼，方圆百里谁敢不服？二哥笑山虎，力拔山他娘的气盖世。我乃翻云覆雨混江龙，等魅家大人收复了罗刹那个臭尸妖，咱们就一块血洗了皇帝姥姥的城。Thank you.
看来那清凉寨里的妖怪已经生了警惕，你要做什么尽快去做，血玲珑出手多半片甲不留。待我伤势好些就来助你。至于你问的库房，应就在山寨西北边靠山的一处洞穴。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，又香又甜。可恨的崔远之总是指使我做这做那，等我摘下那只蠢狼的脑袋就来找你。啊，莫忘了你亲口答应过要给我糖吃。你手上的兵刃还不错呀，留给我吧。上哟，生意上门了，你的命应该很值钱吧。向崔令主复命前，暂时还死不了。你要找的是不是几副盔甲？我前出寨子的时候，听见那二当家笑山虎正命人运出库房里那些遍布剑痕的盔甲。刚才见你遍寻不着，我就想着或许与此事有关。那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当心，路上的那些小妖可不好惹。跟着小山虎大人就要肉吃。
都在这里了？一件不少。哎，说来这些盔甲还真有点邪门，光看着就叫人浑身难受。有了这把火，看那小丫头还能掀起什么风浪。等美家大人带弟兄从清凉道回来。哈，一平长安城。二弟，我要一根一根拆了你的骨头，给我二弟偿命。送上门来的血石，我就笑纳了。嘿，呸呸呸，血腥肉狼，半点滋味都没有。嗯，还是你更香些。让我来仔细看看，灵肉相生，青中带浊。嗯，难得，真是难得呀。想不到这次出门倒让我捡着宝贝了。微微，我跟你打个商量，你的这具身体。罗刹。啊，你的老毛病又犯了。阿香，还不解开禁咒？这多有冒犯，得罪了。你若不忿，可向崔远之申诉。你呀，你总是给我惹麻烦。哎，还不跟我回去？哟，生意上门了。
看我做人类，你的命应该很值钱。点子扎手。你拿到盔甲了，唉，天命如此，你已尽力。时过境迁，恐怕你若不惧，可以去怨灵看看，那是左羽灵君的埋骨之地。守墓人叫任老头，有什么事你不妨向他打听。想当年我右羽灵军披坚执锐，何等威风，现在就只剩我们几个散兵游勇了。